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ブンタンです。ルーちゃんが急に動物園に行きたいと言い出しました。でも上野動物園もう行ったことあるからどこに行こうかなとすごい悩みました。調べたところ、なんと東京の西の方は多摩動物公園という動物園があります。なので今回の動画は多摩動物園に行ったぞ。大家早安，今天我跟文丹要去多摩动物公园。去之前呢，先来吃午餐。我们今天去吃的是在利川 Lumine 的黑豚屋，这里的午餐定时超好吃，我跟文丹每次都会来吃。这家店有个特色是饭可以选择要白饭还是炊饭，我跟文当都一定选炊饭，超好吃。他们还有自己做芝麻沙拉酱，这个沙拉酱也是爆好吃，我跟文当每次都一定会加。这酱是比较浓郁的，真的是味道超浓超好吃。好吃吗？好吃。那你觉得好吃吗？好吃。我跟文当现在到了多摩动物公园的车站，车站里面就已经全部都是动物园的装饰了。车站里面还有一个休息区，这些图像就是这些动物真实的大小。土拨鼠好小哦，大家可以直接抓起来。好小，好小，好小。狮子，那点呢？狮子还有豹，好奇怪哦！我要拍这个。我们现在到动物园的入口了，这里人好少哦，我还是喜欢人少一点的感觉，可以尽情玩。这里的门票一个人是600日元，还算蛮便宜的，而且里面园区好像蛮大的，每张票上面都会有不同的图案，然后小朋友是不用钱的哦。好期待！这个鹤的颜色好特别，好漂亮哦。好漂亮哟！你姐。我米奇，因为这里是山，然后全部枫叶都盛开了，超漂亮的。而且这里的动物都跟人距离好近哦。こんにちは。刚才文当叫一下鸟就回他，现在鸟不理他了。对，刚才听到。咋？来了。優雅セレブ泣いてる。ガーガーガー来た。ガーガーガー追いかけないの？很舒服哦，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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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拨鼠好可爱哦，每天早上来其实可以抽整理券来摸这些小土拨鼠，可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已经没了。这里的兔子姿势全部都一样，这里真的是一个异世界。你们看，人也很少。哇，潜下来了，好可爱。欢迎你的。那你好的，西洛牙子。从漫画中回到现实，可以在这里看到他们潜下来的画面，好神奇哦。我们现在进来这一区是大鸟笼区，这些鸟完全没有用其他栅栏把它们笼起来，它们可以自由的飞，可又出不了这里，可以让客人跟鸟更近距离互动。なんで出てこないんだろうね、こっちに。めっちゃ逃げられた。不受欢迎。放弃了，放弃了。不要这样，很可怜，人家不想理你。你好，你好。现在蛇在冬眠中，可是他跟你说蛇在这里看得到，你们看得到吗？那个有鳞片的。哦，見て、迫力がすごい。ね、すごいね、なんか超大サイズ。这犀牛好大哦，而且可以看到好清楚哦。強そう。你们看它嘴巴，它的上唇。オーストラリアの動物たちクイズ。コアラはとっても小さな赤ちゃんを産みます。大きさはどのくらい？1円玉。うん、正解。好小，在このくらいしかない。そう。你们看这个氛围有多美，好适合约会哦，还有家族旅游，满满的枫叶都有盛开。动物园里面还有很多可以吃东西的地方，可以好好坐下来休息，因为整个动物园很大。其实走一走会蛮累的。我们刚买了一个冰淇淋。冬でアイス食べるの普段だけだよ。全场只有文当一个人吃冰淇淋。もう食べないでよ。でも美味しい。
在那边硬吃，又自己在那边说冷。我们到袋鼠区之后，发现这里袋鼠也超多，你们看，全部都是袋鼠哎，也太多了吧，这个动物园。站起来了，站起来了，哈哈哈哈哈，这一只也太性感了吧！大家看枫叶掉下来多美，谢谢。哇，它跳得好可爱！无尾熊也太可爱了，一只大只，一只小只在吃东西。这边呢，西罗，你们讲个字要怎么？意大利。我来，こっち。你来，こっちね。なんで勝手に？正解。あなたは？違う。我明明就选左边。这个红毛猩猩是橘子，完全不分他小孩，哎，小孩怎么都可怜。这个是红毛猩猩手的模型，哎，他的手指好长哦。文当的手指已经很长了，他的手指更长。这个猩猩和人的距离好近，好亲人哦。这只猴子也太暴力了吧！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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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会服务客人，好可爱哦。Hello Hello，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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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哦，この動物たちはみんなファンサービスがいい。对呀，他们都不怕人呢。哇！哇！迫力。大象的地方旁边有枫叶，也太美了吧！整个像一幅画。好大。好大哦。ああやって草くるんで食べてんだ。是用鼻子把草卷起来吃哎。マネしないの。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日本的大象比法跟台湾的大象比法是不一样的。哇，这画面好美，先停一下。好漂亮，好帅耶！我们叫文当比一下日本的大象怎么比。好。接下来叫文当比台湾的大象。对，台湾这样，日本不一样。日本。なんでこれするかわからん。これでいいじゃん。这整个园区比较没有太多游乐设施，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散步跟慢慢约会聊天的地方，而且因为人很少的关系，感觉非常的自由，很不像是东京会有的动物园。まあゆったりしてて、あんまり人もいないしね、自分の時間で動物見れる感じね。然后这里每个地方都像拍摄现场，怎么可以这么漂亮啊？白色的猫头鹰好漂亮哦！見て、見てる。ほら。这只猫头鹰在看我们啊，转头了。它的叫声好灵异哦，对不到焦，它们的叫声超灵异的啊，模仿。ルーちゃんがずっとモルモット見て出てくれないです。めっちゃびっくりしてる。我们现在刚离开多摩动物公园，这里跟大家讲一下车子要怎么坐。多摩动物公园呢有两个口，第一个口是京王线的多摩动物公园站，第二个是多摩モノレール多摩动物公园站，两个车站距离其实只有这么近啊。走出来之后呢，就直接是多摩动物公园啦，还蛮好玩的啦，推荐你们来。文当来陪我买我的棉被套，找到一个可以自打呼的枕头，他说是用特别形状做的，所以这样靠着睡的话比较方便呼吸，就不会打呼了。我不会打呼，所以没办法试。穿这么厚的外套在这里试，真的按得到吗？伊德利真厉害，还有卖不求人。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很憧憬这种有点复古古典感觉的灯？我超喜欢，之后我一定要买。5547日元，1000多台币，还可以接受。这么贵就都打晒呢？我不喜欢旁边有这个边边，我觉得有这个边边很土哎。文达每次都买一些唐吉诃德那种很丑的东西送我，因为很便宜。あの西斗のやつよくない？超ダサいじゃん。哪有啊？你有没有眼光啊？这个超时尚的，好不好？看这个毛放在地上多时尚，这样小小的一片。你怕死？我跟文当出去玩，非常常吃寿司，因为我很喜欢吃寿司。这个爆炸好吃，是期间限定的，10月8号直到今天12月8号。我们两个吃一次之后大受感动，哎，马上决定一定要再来吃这一家回转寿司泰水，好像只有在东京的西边吧。其实它大部分的寿司都还好，普普，没有一定要来吃。可是他们期间限定推出来的寿司都很好吃。然后如果你们有来的话，这个厚烧玉子必点，这个是真的好吃。我跟文当来也是每次都会点，而且有被日本很有名的节目。马斯克呢？是要那一次给介绍过。那今天我们就要回家啦，大家再见，下次见，拜拜。再见。君と
しても